大家好，我是小安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首先，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。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，被称之为化工厂。肝脏是身体主要的消化器官，主要负责分泌、燃烧、消化食物的，所以肝脏在人体中起着比较重要的角色。 肝脏又被称之为是将军之官，大家都认为肝脏代谢功能比较大，一般不容易受伤的。其实想法是错误的，肝脏也是一个特别脆弱的器官，因为肝脏上面没有破裂的神经，一般情况下不会感觉到疼痛的。这也导致了很多疾病一拖再拖的，最后拖成了大病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。 很多人特别的喜欢暴饮暴食的，而且经常有事没事的抽烟喝酒，作息不规律，然后又经常的熬夜加班，这些行为都会加速肝脏的负担的，时间长了就影响到肝脏的健康啦。想要维护肝脏的健康，重要的一点就让肝脏的毒素能够很好的排出体外的，从而减轻肝脏的负担的，保持肝脏的健康状态。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可以帮助快速排出肝毒的食疗方，会让两天的时间就能够排出我们多年的毒素垃圾肝毒，而且能够很好的保护我们的肝脏，还我们一个健康的肝脏。下面跟着视频了解一下吧。我们先来准备一颗苹果，用手搓一搓，把苹果清洗干净。苹果表皮有一层蜡质的。 我们加入一勺食盐洗，这样洗的苹果特别的干净。苹果皮富含果胶，所以吃苹果的时候不需要去掉果皮的，只需要把苹果皮洗干净就可以啦。中医认为，苹果具有生津、润肺、护肝、开胃止泻的功效。苹果有利于牙齿和骨肉的强壮，具有养肝解毒、祛病养生的功效。 苹果中所含的果胶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，主要可以促进肝的排毒。苹果中有一种有用的成分，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增殖。日本研究人员发现啦，苹果中能够突破降低感染的发病率。经常吃苹果还可以改善肝脏解毒的能力，降低胆固醇和血脂的水性。苹果也是可以降低。 R r D 的可溶性纤维的优质来源的，其中主要的是果胶。研究员还表明了，每天吃一个苹果可以缓解 R D 的氧化，发挥关键作用是由于苹果皮多酚类抗氧化的物质。由于 R D R 的自由基相互的作用，加速氧化形成，增加炎症和动脉斑块，所以摄入抗氧化剂特别的重要的 俗话说：“一天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。”由此可见，苹果营养特别的高大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每天吃一颗苹果，又补充钙质，补充维生素。再准备一把绿豆，绿豆被称为“肝的解毒丸”，绿豆具有很强的解毒作用的，能够清除体内多余的毒素。 可以很好的预防食物或者是药物的中毒。绿豆中富含特别丰富的蛋白质，肝脏也是解毒的器官。使用绿豆之后，能够减轻肝脏的负担的，改善肝脏的功能。而绿豆可以解百毒、解砒霜毒、解野菌毒、解农药毒，所以平时我们要多吃一些绿豆。绿豆中所含的特别丰富的多彩蛋白酶。 能够保护肝脏，绿豆中所含的抗氧化功能可以保护细胞不受毒素的侵袭的，并且除此之外，绿豆还能够缓解乙肝病毒的发展速度。绿豆中的苯丙氨酸能够防止小三阳的癌变，绿豆中的降血脂的作用能够防止脂肪的发生。绿豆是保肝的良药，所以平时一定要多吃绿豆的。 经常泡绿豆、喝茶水、煲汤都是很好的。再准备一把百合，百合具有清热的作用，对肝脏有排毒的功效，特别的好。燥热的情况下，容易毒素堆积的，百合能够特别好的养阴润肺，能够帮助肺部抵御毒素，清除体内的毒素垃圾。所以平时的时候可以多吃百合的。 再准备一把枸杞，枸杞是生活中常见的中药材之一，一般人都用来泡枸杞茶水喝的，或者是煲粥。而枸杞中的成分就是枸杞多糖，这种多糖是一种水溶性的多糖，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作用。枸杞中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，其中维生素、枸杞多糖等抗氧化物质。 都可以对抗自由基过氧化的，枸杞还可以增强免疫力的作用。经常喝一些枸杞茶水，可以滋补肝肾、养血、益精明目的功效，对患有脂肪肝、糖尿病的人有很好的帮助的。枸杞中的枸杞多糖对肝脏具有保护的作用，可以抑制脂肪在肝细胞内发生堆积的，促进肝细胞的再生。 接下来，把我们准备好的所有食材倒入养生壶中，加入一千毫升的清水，中小火焖煮三十分钟。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容易，请您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！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都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。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焖煮好之后就可以直接喝啦。 不需要放糖的，这样煮出来的苹果绿豆汤，既能够去肝火，还可以养肝排毒，保护肝脏。特别是肝火比较旺的朋友们，连续喝上两天的时间，喝完之后你就会发现，我们身体有明显的变化的。时间长了，肝脏越来越健康，身体越来越年轻的。这个季节，又养肝的好时机。 这道养肝汤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试做法比较简单，养护肝脏的效果特别的好的这道食疗方虽然很好，但有些人群不适合喝的，嘴巴容易上火的，容易溃疡的，因为枸杞呢比较燥热的，如果吃多的话容易上火，所以嘴巴容易上火的就不要喝啦。好了，家人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。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您帮我点赞、关注、订阅我的频道，欢迎下方留言加一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，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我是小安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